台湾型男团体 Special 发行写真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卖出25,000本，成绩相当的亮眼。而今天台北场签书会呢，现场就来了超过2000位的粉丝，而他们也做好准备，打算要签到晚上10点。冷静一点哦，可以尖叫，可以开心，不要推挤哦。粉丝尖叫声有多大，就知道 Special 人气有多高。偶像团体 Special 跑到泰国拍写真集，其中团长洪镇被团员公认是最受欢迎。泰国好像很吃这个口味哦，所以回头率还蛮高的。那一天就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有点比较稍微偏高了哦。是那个泰国人。哇塞！手都上去吗？就挡整个挡住啊，就整个挡住，然后我们在后面都不知道如何保护洪镇。团员排排坐帮现场粉丝签名，有粉丝拖了2个行李箱来排队，就是希望能和 Special 近距离接触。第一班捷运57本，对，就是想要上台很多次啊。写真集中尺度最大的就是陈翔这一张小露香肩的床照，其实尺度有限，就是碍于歌迷年纪大多未满18岁，定价580元的写真书对小粉丝来说负担不小。存钱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存。存2-3个月吧，暑假打工赚就赚一些钱，然后就可以买这样。是我求很久才帮我买的。新歌前导预告一出炉，粉丝直呼帅翻了，被歌迷戏称是敬礼舞的舞蹈 Special， 可是费尽苦心，算是非常就是突破的一张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歌曲其实都偏重节奏比较多，就已经没有抒情歌了。写真集出完，又要在9月发行新专辑，已经有歌迷开始打工，就是为了能把 Special 好好收藏。UDN TV 王彦君、袁霞妮台北报道。